大家好 ,ST 度，咁今次就係介绍上水站嘅车站指南啦，咁就今次用返 S3 啦，联想嗰部唔信得过嘅。咁就打开就係佢嘅街道图啦，呢份嘢就唔知点解黄色，同埋唔知搵咗边个停啦。咁就打开就係街道图，咁就见到都比返之前嘅过境站係多好多出入口啦。有四个嘅，咁就唔计一二三嗰啲㗎啦，即係 ABCD。咁就地标都76啊，啱唔啱？79。咁就略略地俾大家睇下啦，唔会读㗎啦。点解唔对焦？之后就去翻街道图，俾你揾翻佢哋嘅位置。之后就系服务时间，由5点去凌晨嘅都系。过境站位就要早啲收工嘅。之后就系佢嘅结构啦，即系上水站位置图，咁就有12卡嘅，今次齐晒嘅，不过就个对位就对得唔准啦，佢今次。然之后咧就系伤残士出入车站嘅安排，咁就除咗炮台山、西湾河、筲箕湾同埋尖沙咀之外咧，其他啲咧啲伤残士都可以独立出入噶啦。咁嗰四个站就要职员帮手啦。咁呢个就係铁路 1.1 嘅路线图啦，会有新型盘嘅。咁就呢个都係呢个2014年12月18号嘅版本啦。咁就有更新版嘅，咁就都俾你睇下啦。咁就冇一条红色框框啦，外面。系啦，依家更新版冇咗红色框框噶啦，2016年2月嗰份，咁就下面嗰度咧就唔同啦，呢度啲线条。然之后少咗喎，少咗地标喎，剩翻72样啫喎，咁就迟啲再影啦，咁就冇咩唔同嘅啫，路线图咯，冇铁路1.2啦。咁好啦，车站指南就介绍喺呢度，咁就去到模型啦。咁上面嗰个月台就係1号月台啦，呢个就2号月台，咁就呢一忽就係上水站。咁就呢个就係之后嗰啲路轨啦。咁就移返正啲先。因为尋晚砌嘅啦，好似有隻猫，好似隻猫入过嚟撞歪咗啲。咁就讲咗1号月台嗰边先啦，讲咗佢先。咁就列车就喺太和站，唔系粉岭站、埋都站，咁就直接咁入去1号月台啦，上落客之后咧就离开，咁就路轨就有一拣嘅，可以系去罗湖或者落马洲。咁就去落马洲嘅咧，就呢度入去，跟住就慢慢车落。即係落地底，然之後就轉咗去落馬洲，咁就經過古洞個預留月台啦，咁就去落馬洲。而另一格咧就喺呢度轉直去，跟住又轉少少，咁就去羅湖啦。原本一條直線嘅，因為落馬洲支線開通咗就有啲迂迴曲折嘅，咁就調翻轉啦。喺落马洲嚟嘅列车仔外面转入嚟呢度，再慢慢上车，咁就出隧道，之后就同罗湖嗰条路轨合翻埋啦，跟住就呢度埋站。咁罗湖嗰个嚟嘅列车就喺呢一度直去，咁啊同翻马鞍山，唔系，唉，即系。
同翻落馬洲之前合拼，跟住就入站，然之後就離站。咁就因為嗰兩個站會係比較早收檔嘅，早收檔嘅。咁就我估佢之後嗰啲就即係佢嗰兩邊都閂咗門之後咧，就列車埋到站。之後就呢度入嚟嘅啩，我估係咯，通常都係嗰度落實下，跟住就喺呢度掉頭，再入翻嚟二號月台，然之後走喎。咁就坐翻嚟車上。咁好啦，今次上水站嘅車站指引同埋呢個模型就嘅介紹就嚟呢度啦。咁我下次再見，拜拜。